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在上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我的房间，就是在这边。OK， 所以我们来进去一下，从这边打开。OK， 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里面，这边呢。就是我的电脑啦，然后我的一些音箱，小音箱来播音乐，然后唱歌的地方，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衣橱，里面有很多东西，里面有一些衣服，然后这边也是有衣服，然后后面这个就是我的鼓啦，然后这样子咯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床，然后这个就是放电脑来 connect 电视机来看戏的 ，OK。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，哎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。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我的厕所，你看一下。这边就是厕所了，然后这边是给我防晒的咯，给我大便的，然后这个就是洗脸盆，然后这个就是镜子，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洗屁股的水杯，然后这个就是冲凉的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已经坏掉了，就这里就是我的小小间的厕所啦，然后还有这边。是我弟弟的房间，是连在一起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样子，有点乱，不好意思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，你们记得要按赞、订阅我，然后在下面评论，谢谢你，拜拜，我们下个 video 见，拜拜。